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铁帆，好久不见啊，各位，来吧，我们这一次再来看一次，没错，我算是昨天影片的补拍，我自己没有意识到一件事情，对，清泉在侧的时候呢，他的无敌要关起来，我有记得要开，要被怪物咬才对，但是我忘记了这个地方有无敌这件事情。好了，那我们这次重新再拍一次的话呢，其实应该很马上可以看到了，我们的秒伤从原本的三亿，可能那时候有特。好一点的话有到4亿，运气不好的话呢，大概2亿出，2亿多一些些，快3亿。可是我以为可能会真的会差很多，但其实我们今天被咬了之后，秒伤也只多了将近一倍。如果我以封面的话，现在是 5.9 亿嘛，我们从原本的3亿再给它跳到 5.9 亿而已。所以说我们原本的30亿，22亿，然后呢只剩下算6亿，所以其实我们的伤害呢也只剩下 30%。 对啦，那这样的话其实清泉还是有那么一点点的痛，对不对？因为如果是我短攻点的话，大概是砍到剩 50% 甚至 60%， 那清泉的话呢还会再被动一刀。那我上面有观众有留言啦，因为我自己看起来这个弹指神通以他的叙述而言，对于他的中伤提升很像不太会影响这一招，可是呢这一招影响的是他的白字，所以代表着一件事情，就是王的白字也被砍了，反而呢王是砍白字，然后呢增加最终物防跟最终物伤，才会导致 穿透的清泉会比其他职业还要来得痛苦。也、欸、不能说其他职业，至少跟我短攻比起来，因为我们短攻它就是本身就是伤害嘛，怪物防多少就多少嘛，对于怪物的什么白字防御跟中穿防御是没有任何关系的。但是他们吃最重要的弹指神通这一招是有吃怪物的白字防御的，所以代表说他们的白字防御有被砍，应该没有到被拔掉这么的恶心才对。好啦，以上呢应该就是这一次的正确的方式了啦。 5.9 亿大概就是、给它当作6亿来看，好，这样可能会比较好看一点点。所以呢从原本的3亿多然后跳到了6亿，那我们的秒伤呢现在都是一样，装备呢都是一样的啦，也没有去做任何的跟动，对，就只是上来做一下这个补充。原本想说如果没有差很多的话在下面留言一下，但是其实我还是差了两倍以上，两倍以上的话我觉得还是在这边留言重新拍一支会比较适合一点点。那最后的话我们来比较一下现在的清泉跟我现在的技能列比起来，我们的伤害是怎么样，毕竟也只有这两个角色可以比嘛。那时候说不转清泉原因就觉得清泉就也是个穿透列，虽然说他们之前强到一个过分，但是被这一波改动之后呢，而他最后的物防穿透呢是 361%， 下面的物防穿透是来到 91%， 所以加起来大约是400多%的物防穿透，然后 259% 的中穿，然后呢种族克制的话动物系是只有 10%， 那属性的话呢是来到190，体型增伤的是132，而这个时候的秒伤呢是给他来到了2亿，但是他的影装呢是只有到影6而已。不过强化的话呢是来到了强化，精炼的话呢是来到了精炼觉醒4。好了，这主要就是大致上的数据了，因为平时如果真的要拿来比较的话，应该会蛮难比较，因为大家的附魔啊、卡片啊什么的都不一样了，所以要比较比较难啊。但是至少总体而言呢，我觉得还是看得太出来的。因为呢，没错，这就是我的那一只技能列现在打出来的样子呢，只有 1.3 亿。所以不管怎么样，很像还是比较过分一点点，对不对？当然啦，硬要讲的话呢，我们的数据还是有差。我的穿透是 376%， 上面是差不多的，再加上下面的穿透，我这样加起来的话将近 500%， 而我的物伤附加呢比刚刚的清泉还要低了一些些。那这个部分感觉有点相加啦，可是感觉还是要像清泉那样子，我这边再加一点会比较好，然后这边可以扣一些些，因为我这个卡片都还没有改。那我们最后的话呢，我觉得我的 bonus 就是动物系的增伤都加了 52%， 可是就算我今天扣掉好了，扣掉 52%， 我的伤害可能连破亿都还没到。然后最重要的地方应该是中体型增伤啊，就算我今天都跟帅哥的账号一致好了，我觉得我的秒伤呢还是跟清泉有一大段的差距，至少没有像之前那么的浮夸，但是呢那个差距也是不小，也是不小。那我这边也还是用近距哦，如果我用远距的话呢，秒伤应该会更小，不过对方是清泉，清泉也是被咬嘛，对不对？如果你今天没有被咬的话，那伤害就是只有3亿，如果我今天只有伤害3亿的话，我现在伤害 1.3 亿，然后东西东拼西凑。好啦，就我这样整体看起来啦，我会觉得清泉的伤害还是比技能还要来得扯，而且也只有几只王有改而已，不是每一只王都有改的，只不过被改的王会比较惨一点点，但是没有被改的王呢还是非常非常的凶悍。而且就算被改了，其实我自己觉得啦，我还是觉得清泉比较过分一点点，清泉的伤害很像还是比技能力还要来得扯淡一些些，只不过那个 sense 我是觉得很低很低啊，对吧？我如果可以的话，我还是希望改回来。就算这样子会让清泉变得更痛更远，但是至少
反正我也没有在打架，也没有在比较嘛，对不对？这样至少玩起来会比较开心。你看我原本测起来三亿、四亿、五亿、六亿，结果现在打回去只剩下一亿。我感觉真的不是很好，就对了。好，那今天影片就跟大家到这里啦。如果什么想留言的话，可以在下面留言一下。如果还可以的话，能不能给在这边个赞呢？我是 PFY， 我们就下次影片再见啦。三、二、一，拜拜。